再去求这解脱。全军出击！这人马这版本好像削了，加上疾跑的话，但是青龙刀血手又加强了，所以他的装备有削弱有加强。青龙刀血量变高了，价格变便宜了。总体来讲小削吧，W 抗性被砍了。我们也应该没了。可以抓一下，修个车吗？直接开机炮赶路。放马过去吧。我操，那我这波血亏啊。这机炮有个15秒，赶路比较好用一点。那他打 F6 去了，我们打完上浪还没回来的话，他有可能就去下了。F6 早就该打完了。再不走我们必回家出来逮他。我好像在打架，而且我刚好差点点钱，感觉可以抓一下。他要来做眼，直接给他踹回去。刚刚好差点钱，刚瞌睡就有人来送枕头了。这男生看到我还在上面去，他想来偷野，赶紧这把装备买错了呀。不应该买，是副系带错了，有点久没玩人马，带习惯别的。我这个两束鞋买不到，可能差这点一束逮不到他。我看到他的弹道了，啊，就差这点一束，让他走。
我跟他早点过来，他死了，这不。把硬交掉。我这血好的很快，这波看你击杀。哎，红 Q 再注意点。来波护球，演给队友吃。八分钟还好了。再抓一个，直接免费的血有了。那可以，那 这把天赋带的不亏。参与击杀会减这个血的冷却，还多十点移速的。待会儿等于给我多个两三点攻击力。伤害率高的血好的就快。让我逮一波男枪，都把男枪杀了，鞋就有了。他们的灵魂在祈求着解脱。你直接疾跑赶路。我从不休息。五级男枪，我去作战了，鞋来喽。这波拉扯看懂了吗？就硬拖技能斩暴走，虽然死了但是还是很帅啊。这波吸血鬼不来的话非常帅，只能说这波来个黑切。吸血鬼不来我这波就没死了呀。刚才一直在拉扯甩 Q， 一加移速，移速会转换功力，功力又会加 Q 的伤害，所以开 E 再拉野，让野怪帮我们打男枪普攻的伤害，这男枪普攻的伤害是能挡的，然后再等我们 W 的冷却，一气呵成。不动杀心啊，这弗拉基米尔。挺稳的。狼卡位了。他们的灵魂在祈求着解脱。
把那个钓鱼的你们给他举报一下，他斗鱼账号会分掉。不过现在的网友都比较聪明，这一眼就识破了，这都是经验。早几年这种骗子钓鱼的还有人问是真的吗，加我。现在网友都不好骗了。你可以欺骗感情，但是你绝对骗不了那个。一开，直接三档。直播间怎么这么多机器人？因为都是我的小号啊！不信的话，我让他们发个一。看到没有？疾跑，不过来吗？哇，这么猛吗？我差点嘎了。跑的有点快呀，疾跑加镰刀，伤害有点高。什么意思？
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别跑啊你们！还好啊，之前再吸了一口血。哎呀，这个腰带性价比真是太高了，救了我两回，全靠这根腰带。你们别跑啊，等我这波装备买出来，神功大成，直接开启无双模式，开始收割了，开始割草了，我这个镰刀。直接开无双，快我去作战吧！是不是无双模式？天神下凡，一个打四个，这熬夜波比老 K 我头，不然我自己也杀完了。先血手吧，原本想买青龙刀呢。暗影正在逼近。年代了还人马出贪欲啊，是不是用3G上网的？哎，虽然我这波死了，但是我觉得我赢了。哎，玩不起你个小垃圾，这波没闪现可以把他拽到死。绝望，带我去作战。
生。开一波无双，你这疾跑到了你还过来，动手好像很难受，我帮你解脱一下兄弟，我看他面露难色，今天有一元粉丝牌活动啊，最后两小时啊，送一鱼翅的666就可以卡粉丝牌，今天就仅限今天最后两小时啊，还有铁皮双倍啊，还有双倍亲密度，感谢龙城张学友续费的一个月钻粉，谢谢啊，感谢这位靓仔。只有今天才有啊。嗯。可以啊，手这个送的是啥，谢 SNOW 送出的九天云初啊。这个礼物我记得好像还蛮大的。